现在已经在医院了，先坐这边休息一下。现在是凌晨5点多，我现在已经是过了预产期的第二天。昨天下午去逛街，一走就走了下午4-5个小时。我本来以为没有事的，但是后来没想到见红了，后面的时候就没有继续逛，就回家休息。没想到到了晚上半夜2点就开始肚子疼，那个疼就像痛经一样的疼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宫缩，然后就继续睡觉，结果没睡一会儿就被痛醒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宫缩，毕竟第一次怀孕嘛，但是有一种想上大号的感觉，所以我就用宫缩记录仪记录多少分钟痛一次，每痛一次痛多久。结果他后来显示就叫我随时做好准备，是宝宝入盆了，然后快生了，痛死我了。然后，不行，我坐下来休息一下。所以我就赶紧起床刷牙洗脸洗头洗澡，还有剪指甲吃东西，但没有吃太多，我就怕要是等一下现在真的开指了就吃不了东西，我怕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开指了。我在网上搜到有人说他早晨凌晨3点多开始阵痛，结果早晨7点多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都全开了，所以我特别担心，想着说赶紧，哎呦，等一下痛死了，等我一下。我现在已经换上了病服，然后肚子上已经贴了追踪宝宝心跳的，还有我宫缩频率的机器。刚刚护士来内检，告诉我已经开3指了，哇，我都已经激动的眼泪都飙出来了，太感动了。因为前几天我刚去过妇产科，医生给我内检过，说我还没有开指，所以我一直想了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开，而且我到现在羊水都还没有破。我觉得如果还没有开指的话，我都想不出来我还会再痛几天，我觉得这个痛就白忍受了，真的特别难受。哇，那个痛的我真的是痛的时候我都不想讲话，而且动都动不了。所以他跟我说开3指的时候真的特别感动。这是我们的产房，之前有来医院参观过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到时候宝宝会把它放在这边量体重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沙发，上面这个是宝宝那个心跳，然后下面这个是它宫缩的频率，就是病房里面的设备什么的。他现在躺在病床上。我现在已经打完无痛了，刚刚无痛的针头从我的后背脊椎插进去的时候会有一点疼，但是还行，可以承受的。大概10来分钟之后，我的腿开始有一点发热发麻，现在我宫缩的话就不疼了，没什么感觉。然后躺在病床上，他让我上半身微微侧躺，就现在是这个状态，现在我已经没感觉了。可以好好睡一觉，我太困了。刚刚我又哭了，因为在这边几个小时了，我依然还是只开了3指。因为打了无痛，我的宫缩频率开始下降，大概10分钟、15分钟才宫缩一次，宝宝也一直不下来，所以他们就给我打了催产素。医生已经
手动给我破羊水了。可能催产的药效太强了，而且一下子有很多东西就是给宝宝有压力，所以宝宝的胎心下降，很多医务人员就过来就是让我翻身啊，就看能不能帮助宝宝的胎心调整回来，但是还是不行，所以后来他们就又给我打了别的，停止了催产，休息个半个小时再试一下剂量小一点的催产，要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只能拖去剖腹了。当时听的就很担心宝宝的生命安全，所以他有点难过，就一听到医生这么一说，好，就眼泪就狂飙啊，真的是希望一切会顺利吧。从进医院到现在已经有快11个小时了，但是我依然只开了4支，目前为止该换姿势躺着趴着，该用的药物都已经尝试过了，但是呢宝宝的脸还是朝向前面的，对顺产很不利，而且他不往下走，所以医生说为了安全起见建议我还是剖腹。所以我现在试了这么多，躺了这么久，需要被拖去剖腹了，有点难过。正常我这个月其实我应该要来姨妈，然后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2个星期了，时间到了，但是我还没有来姨妈啊。这件事呢就问我是不是怀孕了，但是我前两天就觉得像来姨妈又像没来姨妈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来姨妈。今天我就偷偷一个人去买了验孕棒，结果显示的是2条杠，但一条明显一条很淡，不知道是不是怀上，好可怕，我的心情很乱。我刚刚上网查同一个牌子的验孕棒，他们的显示状况怀孕的跟我的显示是一样一样，我觉得好可怕，这个是骗人的吧，啊，好恐怖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，我真的不希望这个是真的，没有心理准备，好可怕啊！这是在搞笑吗？不是真的吧？啊，他有点好难接受。嗯，其实我们是有打算之后要生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还有点早了，因为我觉得起码要等啊，再过几年。今天是第二天，因为昨天查完觉得很可能是怀孕了，所以我今天就立刻一大早晨起来又测了一遍，结果还是一升一浅，上面的是昨天的，下面的是今天的，一升一浅的杠杠比昨天更深了一点，八九不离十应该真的是怀孕，还是有点没法接受。如果要是真的怀上了，我觉得我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所以现在我打算出门去医院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怀孕了。我已经验完尿了，医生说我真的怀孕了，这个感觉真的有点，还是不知道怎么形容。手脚，好神奇！他现在是脚在动是吧？还是怎样？啊，对，我看到了，他又动了，对，他又动了。你知道这个是他哪里吗？这是他的头，先报废的头。现在能感觉到宝宝在里面动，但是呢它动的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有的时候会踢一下踢一下，肚子可以看出来，也可以摸得到，待会就可以看到小 baby。 光一下吗？星星。
可爱的小宝宝。